最近新盘销情畅旺，一众发展商食住个势纷纷推盘。新地旗下何文田太子道西195号的单栋新盘 Prince Central， 以精品豪宅定位，早前开放示范单位和推出价单，但是其后变阵，决定留翻一年后等现楼落成才推售。虽然是咁，有兴趣的准买家而家都可以去售楼处看一看单位内容，做定功课。Prince Central 主要提供开放式同一房小单位，在以中大型单位为主的何文田区内较为少有，加上是位于旺区的全新供应，对年轻家庭或者买来收租的投资客就较有吸引力了。售楼处设有开放式同一房示范单位，先同大家看下八楼 F 室，实用338尺的一房单位，长方形客厅面积约122尺，配备落地玻璃趟门，外连22尺露台，厅区较为狭长，适合摆放小型家私，太大的组合柜就未必摆得落了。单位亦都不设储物室，储物空间有限，住落可能都要勤啲清下啲唔要嘅杂物啦。大门左手边系开放式厨房，采用木纹厨柜面板，嵌入式雪柜同微波蒸焗炉等电器齐全。不过略嫌不足嘅系工作台面空间细咗少少，煮食时就要就下位啦。睡房亦是长方形开积，面积约77尺，房间外连16尺工作平台，可以打开通风或者晾衫。曲尺型落地玻璃窗扩阔上景角度和提升采光度，地板同厅一样采用浅色石纹瓷砖，浴室位于房间入面，设有淋浴间，亦都有窗，唔系黑厕。看完一房，顺便看埋隔篱八楼 H 室，开放式单位，实用266尺，比起坊间某啲200尺唔够嘅超迷你开放式，都算系较为实用。成个单位可以话系一眼睇晒，开放式厨房位于左边，前方系23尺嘅露台，但露台呈梯形，空间冇方形咁实用。露台旁边有一只细窗，可以打开通风。厅区比较特别的是，厨房对面亦都有一组落地玻璃窗，可以同露台那边的窗形成对流，增强通风，亦可以两边采光，令间屋光猛啲。窗户旁边有一个窄身的面柜，入面有层架储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单位开积上有开门见厕的问题，一打开单位大门就见到厕所，观感上就差咁啲。住户用完厕所就最好闩翻埋道门了。